蔡少芬近日在内地拍节目，遇到 fans 认到她，还跟她打招呼，但因为那天落紧大雨，隔离一班人就在街边除了鞋袜。蔡少芬本身笑容满面，但遇到这个尴尬情况，即刻变到没晒表情，急急脚地走。而有不少网民都为她护航，赞她表现得已经很克制，情商很高。